日行妖物竟会像人一般在此采掘矿？难道是袁术令他们在此采掘用来炼制丹药的原料？这些丹药一旦泛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话说，您看起来骨骼清奇，本领不凡。为了平定乱世，夫君十分需要各种人才的帮助。妾身也觉得，若是能得您相助，您不妨考虑考虑。
比想象中要难对付。对不起，我已经……有你帮忙，我没事的。有劳，此妾身定当相报。妾身记得二叔有一回提及自己的妻儿，言辞恳切。当年二叔在乡里犯了法，以免连累家人，不得已独自远走。想不到，如今父子竟会在此种情形下重逢，真是天意浓。这有点难办，劳烦你帮忙了。如此身手，看来您的确已久经沙场了。
父君来到此地，一是为了寻求落脚，一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刘荆州。自从此前襄阳遭难，刘荆州失踪后，本为乐土的荆州便逐渐沦陷。或许夫君觉得，若是放任不顾，与刘荆州同样身为汉室宗亲的自己，于心难安吧。